舞蹈题。美队各派出两人，并排站在台中。SNH48 的四位女生将出来表演舞蹈，请仔细看哦，问题就在其中。好，首先是这段表演，做好准备来。谢谢四位，请回去准备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四位女生。哦，哎，不要换位置，你们不要乱动。先回去，干嘛呢？聊啥呢？他居然直接去跟出题的人聊天呢。